持家不是老板，是吧？咱们终于可以装上我们新旗舰店的消音器了，80300可以了，是吧？战备问题解决了，战备问题解决了，但是我们的坑币怎么办？你有车吗？我给你卖个车，啊，再把车给他卖了，能卖4500。MP5 枪你有子弹吗 ？MP5 枪里面有子弹吗？有个屁呀、啊！哎呦呦呦呦！9000块钱差12000，好了够了，就这把了。这一把咱们上个大弹鼓啊，上把没大弹鼓。哎呀，我修个屁的身体啊！我为什么要修这个身体？我日了魂！身体你就不能自己修复自己吗？12000了，可以了，够了。够了，什么都不带，就一把枪啊，就一把枪多少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止痛药不带了，不带了，因为止痛药太贵了，兄弟们，止痛药太贵了，没必要。香香扶贫，岳父岳贫，怎么可能啊？他给我的时候就只有40000块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有必要玩吗？我们要给这位宝子重新燃起胜利的曙光。不成功只能喝西北风，脚步，不敢动啊，好害怕，好害怕，就往脸上。哎呀，你什么货色啊？你就敢反价啊？这不就有了吗？你拿了什么烧枪啊你？哎呀，真拉垮！止痛药这不有了吗？血包有了，绷带也有了，手雷有了。我要自己带吗？我不需要自己带。手术包也有了，那怕什么？该有的会有啊。往这边靠。底下脚步啊，在底下去，别在底下。1K， 这把 1K 我绝对要，这把 1K 绝对会在我手上。不急啊，你脚步。进步一下，往后拉，拉到这里。子弹不够，只有一个弹夹，我没钱，我真没钱，兄弟们。我这把凑老底，我凑了个战备。进步进步，往右拉，进步往右边拉，离近一点，子弹还够，子弹还够，拉近一点，不要怕。最后一个，不急不急，拉扯。算到位，实在是没有子弹，实在是势力所迫，压死了啊！全装哦，全装啊，舒服，全装，三个全装啊！素材来了，香香，必须素材啊！三个人看一个回放，这个是 AEK 啊，带的手头拿了。先把威格托，先把威格托放这里，因为威格托它只有一个弹夹之前啊，弹夹我没有拿。继续听信息啊，我感觉是老地方里面。刚那个脚步啊，不，刚那个枪声，个人感觉在老地方里面。这是把 M94，电台，很 low 啊，全部拿。啊？1K 不是那个大喷子打死的，这 AK 打死的。血包满的，我知道。这是把 AK。我们先就这样，单立中，先这样，先把东西运下去。我们等会有突击包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再去买 SE 了。OK， 把枪丢了，枪手丢了，丢这，可以走。外面的脚步了，像老六门口一个包，老六还有一个包，老六门口的包我不是舔了吗？老六门口来了，这人来炸水去了。这老六我算是看明白了，现在坦克和老六都进人了，现在两队人，你来。
注意时间啊，咱们这波可以撤，尝试一下。看一下，回去可以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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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走。枪不带了，枪不带了。开局把维格托装备全靠抢，什么都不带。玩不了了，宝贝，你的号玩不了了。这号我就只能帮到你这了，想想只能帮到你这了。